嗨，终于，好巧。我们同一堂同事的嘞。嗯。来一起走。好。你有写作业吗？他不会点到我。就像战争一样，掌握住主动权呢，那是最重要的。一旦你主动告白，那对方就会觉得你是下层的人，而自己呢，就是赋予你交往权利的上层。所以说，女孩子不可以随便的主动告白，你要被动的等待，要欲拒还迎的让对方喜欢上你，跟你告白，这样你就可以掌握住主动权，让对方永远离不开你。娜娜老师，这样子的话，到底是要主动还是要被动啊？被动且主动，懂吗？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在生活中的小细节呢，无时不刻的透露出你对他有意思，但是又让他不知道你的真实意涵，让他去揣测，他就会无时不刻想着你，懂吗？娜娜老师，我应该要怎么做啊？去实战演练，时不时的肢体接触啊，让男生觉得你对他没有心防，但是当他要主动碰你的时候，你就要巧妙的避开，让男生啊摸不透你的想法。你同事选了吗？还没，我一直在想要选哪一个通识课。不是快到了吗？因为我很犹豫时间啊，我早上太早的我都会爬不起来。我可以选十点。十点，可是我都睡到中午哎。那个，来了，娜娜说的太厉害了。我是不知道你在玩什么啦，不过你东西都掉了。怎么了？笑什么啦？还有一点很重要哦，你要时常让他觉得自己对你来说他是特别的存在。来了，就是这个时候。好辣！怎么办啊？不要急，我跟你说，男人这种生物就是这样，你越急就越容易掉进他们的陷阱里。你现在呢，就是一个猎人，你只能慢慢的、耐心的等待。等猎物上门，好，慢慢的。哦，不行啦，我真的等不下去了，我要去告白。啊？我要去告白。哎，女生告白就输哎。如果我明明喜欢他，却不跟他说，还跟他装兄弟，这我才是真的输了。
等一下我就直球决胜负，劈头就说我喜欢你。可是如果他不喜欢我怎么办呢？不行，我不是已经下定决心了吗？今天我一定要把心意告诉他。他看到我了，我真的一定要今天告白吗？会不会就像娜娜说的再等等看比较好？哎呦我的天哪，怎么了？为什么特地约我出来？我没关系，我也有话想跟你说。加油林雨柔，你可以的，现在不说什么时候说啊？青春就这么一次了。我们交往吧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你说我们交往吧，对不对？我刚刚有听到哦，对不对？哦，没想到你会讲哎，早知道你会讲，我就不要先说了。你要跟我交往吗？对不起，还有我的打火机。这可以讲打火机吗？万一你主动告白，对方就会觉得自己……好，你在电流好，帮你的车子省电流哦。好，谈恋爱就跟战争一样。好，开一个，开一个。好。